是三孔。我现在拍给你看啊，从这个箱子里面拿出来的，操作拿出来到操作的视频。这个两刀拿出来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个，这个可以了。然后，这个等。看这边有个按钮，你看到了呀哈？按钮按下去，对。这个卡扣卡。对。自己拉紧。坐杆这个拔掉，斜着转一圈放进去。这个拧紧。然后。座位。座包。座包从这里把这两个螺丝要松掉，然后穿到这个里面，这扎带如果松的话紧一下就好了，那个螺丝可以紧一下就好了。扎带打开吧，扎带打开吧，打开包括要了它包括操作的视频给它画一下操作。高低身体这里呢，增高低的，然后这里边配的会有工具，等一下这边过来。啊？下去接下去。这他又用工具把这个刹车紧起来。这两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，把这个也给它拧紧，然后这个就正常启动了。这是开关，对，打开。这个是灯光，大灯。这是喇叭，这边的。这边你把它调一下。这个是油门。捏刹车灯会亮。刹车灯。好，现在开始整车好了，然后给它打包起来。这个、先关掉电源嘛。先关掉电源。对，取出来。对，前面折叠把。这个每个要配一包螺丝，配一个螺丝啊。对。扎带的话，客户拿去是不需要的，我们这边打包过去的时候，肯定要把它扎带扎一下。那你按这里是吧？这里有个按钮，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呢，一般的话有坐过车的话都知道的，这个非常简单的，它每一个细节都有的。好了，我这边可以关起来了哈。